小虎队预计明年暑假要合体，但是啊，你知道三个人啊，在经过几十年的好像17年吧，各自闯荡之后，2010年的春晚曾经那个合作过，对不对？温拿五，可是你知道，小虎队2010年的春晚已经合唱过了，但是明年暑假听说真的要合体，可是你知道经过。这么多年，大家各自打拼啊，是那个价钱已经不一样了。像是我们步步惊心的四爷，吴奇隆，他的价码就已经是陈志鹏的四倍了。哎呦，哎，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吗？好怀念哦，快接受这邀请函。和台湾的杰尼斯小虎队暌违17年了，终于又要办巡回演唱会了。我的心，我的心，串一串，串一出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。三人虽然年纪大了，不太从事后空翻之行为，两年前在虎年春晚合体打手语，竟也打上了赢。老虎队员们决计明年暑假起在中台两地巡演15场，每一场制作费达人民币250万元，也就是1100多万元台币。这一刻期盼很久。41岁霹雳虎吴奇隆目前最发达，演了纯爱穿越剧《步步惊心》的四爷一角，轰动中国乡民。打开电视，朝廷台、芒果台、番茄台，都有一个清朝人到处溜达，还自称四爷。这好像是酷搜的呀，足见该剧有多红啊。他历练也多，早年跟徐若瑄传绯闻令人津津乐道，娶了云南姑娘马雅舒，后来决裂成为三虎中唯一体验结婚又离婚的一虎。呀，这个四爷这么霹雳巡演唱酬最高当之无愧啦，一场人民币80万元呐。至于39岁乖乖虎苏有朋，哎呦，除了一度练大他的虎胸，不信你演得起来，还演了令人惊艳堪称从影代表作的风声呐、啊。竟然又跟周润发合拍新片，算是混得不错，所以他的唱酬居次一场人民币70万元。至于41岁小帅虎陈志鹏，想不起来他的惊人建树，所以唱酬只拿人民币20万元，也就是台币90万元，没差，比同年纪霹雳虎少赚280万元台币啊！哎呦，但不无小补啦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。小虎队自1988年成军，1989年和忧患派对发合集出道以来，即将迈向第25个年头，庆祝这1/4世纪的纪念巡演，全由他们最早的老板娘张小燕一手促成。校园的眼现在就出发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期待后空翻报道。